当设备工作时不抠动扳机，枪嘴仍有大量的液体喷出来，这时要对喷枪进行维护，否则会出现堵枪现象。首先把设备的电源关闭，并把压力卸掉，拆下枪的左右料块，检查枪头时是否有原料混合物。如果有，要取出里面的混合屎，浸泡到洗枪液里面，清洗干净即可。检查摩擦辐弹性是否正常。如果按下能够弹起，说明正常，就不需要拆卸。如果按下不动，需要进行拆卸维护。用13的扳手把摩擦辐套卸下，取出里面的弹簧和摩擦辐，把料块上的手柄卸掉，把料块、摩擦辐套以及弹簧浸泡到洗枪液，清洗干净，重新安装上。
洗枪液要用手倒进去，